欢迎来到您的司令部指挥官，我是凯瑟琳。从今天开始，将由我来协助您完成重建工作。司令部是您城市的，提升司令部等级可以解锁更多功能。您的主城已经升级完毕了，并且请选择您刚刚完成的任务，请点击按钮领取奖励。就在刚刚，商会前来报告，请点击商城部队按钮，请点击商城部队按钮，请点击您要招募的部队，招募成功。您现在拥有两，请选择您的作战，请点击部队调整按钮，请点击空置的出战槽，请选择您要配置出战的部队，配置完成。现在您需要提升部队的等级，请选择需要升级的部队，请单击部队升级按钮。这支部队已部队升级完成。指挥官，战斗是最好的考验，我们正在帮您调遣部队前往战场。恭喜您，指挥官，在您的精妙指挥，请牢记，指挥官，请点击升级按钮，您的组成已经升级完，恭喜，请选择您完成的任务，请点击按钮领取奖励，请点击普通战役。作为激励的最高指挥官，您需要请点击按钮领取奖励，请选择您要进行的战役，请选择您要进行的战役关卡。
Let's go! Now!